一点就叫分毫米，一粒用手安尼捏啊，然后一粒呗。啊，即来到下晡开始，早起伊较无做，到下昼开始，到下晡哇就过卡摆。伊你是讲伊喜欢那种分毫米咧？伊是有鱼个甲肉，啊，伊个做法哦，工艺就是安尼绿个，安尼绿个那滚头个，所以叫滚头母。哦，滚头母，啊，即个是上台有名。啊，若到下晡时阵，人通通。啊，滚头母伫个？啊，有个就是即个。哦，就是滚头母。哦，伊这是。这个是肉，啊，佮有一款，啊，佮有一款，就是鱼的鱼饼，你会记得？鱼饼，啊，一个鱼饼，到下晡时，伊就开始食规个饼计咧做咯。哦，伊是蚵仔煎的，哎，蚵仔煎有，哎呦，鱼丸、牛肉鸡、马家鸡，哎，酸辣汤，啊，这咧煮啥？肉，鸡粗啊，啊，粗肉，鸡粗肉，好，鸡粗肉，哦，这是迄边台湾的，迄啥物鸡？马家鸡咯，啊。买家鸡，买家鸡哦。我讲白百鱼嘞，安尼讲啥？你叫白百，我嘛是叫白百。哦，你话叫白百哦。哦，恁台湾甲阮卖晋江，阮对啊，那是变的。啊，迄个买家嘞？买家是鱼鲜的。鱼的啊？土土是占鱼壳头的。土土。土土鱼，安尼讲土土鱼哦。土土是壳头的，几六只。哦，啊，这是啥？这是有遐个。八斤，我来用酒酿八斤啊！我酒酿啊！这什么鱼？八斤，滚头鱼二斤啊！什么鱼啊？八斤吧，汤的。哎，算了算了。伊这个切工刀法无同，咱算了当拢切幼幼长长啊，伊这样切角的。咱切丝啊，切角。切丝。八斤，什么粉？还是安吉粉啊？哦，这真正袂歹食。我台湾讲太白粉，你敢讲啥？安吉粉啊？银粉啊？因为生粉哦，生粉牌子。好。番薯粉落去煮，种才会好食。哦。这哪只粉？这有汉堡嘛？鱼啊，鱼啊，做一片的。鱼啊，鱼啊，别加鱼做一片的。哦，有肉无？鱼啊，肉无？啊，肉的是种的哩。哦，鱼啊，肉。鱼肉的哩。我一块就几块。用粉头的。鱼啊，哎，加鱼啊。加鱼。粉头啊，点冻呀？对哇。粉头的啊，少些咱就。一切的所在，这个早顿吼，这个鱼鸡，啊，这个烧肉、搭卤肉，这个口味吼，有甲咱台南一款的。口味吼，袂总差真济啦，但是也是按大人面好食啦。看起哦，这个马家鱼羹哦是足有特色的，应该这个马家鱼原来是为台湾收过来。啊，这个肉钱啊，家己走过来。好吧，这是在地，在地也唔是家己走过来。在地气味，人在地气味。